伦敦姐姐她有她的自由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老姐，你有你的自由，她有她的自由啊，她想交什么样的朋友，哦，又不用我们来决定，对不对？但是伦敦是她喜欢的什么样的朋友，伦敦自己决定的，你想交什么样的朋友也是有你的自分点更好看的分点，好吧？来，调调，调调这边走。